我们是那个玩
吉他社，然后我们五月二十九的有一个那个回响之夜的活动，然后最高奖金最高奖金有6000块，然后要报名的话就在榕树下报名。你们都有报吗？开心吗？不报吗？那我们玩一社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